是出来的。出来的加固嘞，看完了没啊？有什么任务要交给我们呢？希望你们可以让它卖到缺货，卖完为止。交给我们就对了。就你这边很强调，就是100次内带。对，因为其实它就是烧全土龙线的温度1300度，你烧出来。安尼烧，嗯。都袂歹哦，袂袂袂，人群都无去，这下都伫咧啊。那我们一般人是怎么分辨它到底是真桃还是假桃？第一个，它有没有桃子的厚度？像我们家的这个就是有厚度的厚度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看它哎是不是一体成型的，嗯，像这种就有接缝的哦。那所以这个是无缝接轨，对对对对对，一体成型，哦，一体成型，所以它非常的好清洁。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，我面试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，就像爱情一样，就是两个人甜蜜相爱的时候，它就是不会变质。就像我们装拿铁好了，比如说像一个杯子没有洗干净，对。它就会有柠檬汁，然后遇到牛奶就会结块。真的耶，因为我觉得我们有一点上了年纪的老妈妈，我们真的是想要喝热的养生的饮品。那这些养生饮品可能很多都是中药炖的，那其实它如果用不锈钢的话，就会变质，也会有味道。重点是它的药效会不见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办一个促销大会。